你有做什么？就是来这边帮忙的，顺便吃饭呢，这边大伙食真的。来到这边来做工东东下啊，后来我们就会从开头开始爬。一家人齐心协力，共同攀登珠穆朗玛峰，攀登生命本应该走上的轨道，却没料到一场风雨带来的疫情，是攀登越带来的巨大挑战。Thank you.